狼吞虎咽改不了，竟让自己命难保。大楼的警卫，他要去接夜班的班，打开那个门的时候，他吓一跳，前一班夜班的同事暴毙，躺在沙发床上病掉了。大家的经验就觉得心脏病，心肌梗塞。对，做解剖发现里面是完整的花椰菜啊、洋葱。家属就说他便当可以两分钟吞进去。天哪！对，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了。